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人在马六甲霹雳区的古城门前面，因为我已经报名了参加由马六甲可纳儿学会主办的与自闭儿携手同行千人义走活动。之前因为疫情的关系，这些大型活动被迫暂停。告别了3年之后，这个千人义走活动再次强势回归。
天的千人义走任务完成。